秘籍专注防晒衣已经有三周年了。第一代的落肩款呢，简简单单，没有加帽檐和发动，就是一件宽松冰凉的防晒小外套，却因为它的慵懒随性和精致舒适，成为了经典百搭的薪水好物，收获了一众好评。二代正肩款更加修身显瘦，对身材的包容性呢也更加的友好，在设计上增添了预留发动、口袋拉链、透气网孔等人性化的细节，同时在面料的选择上呢也采用了超细纤维、柔云原纱以及凉感因子的加持。三代帽檐款依然是正肩的版型，但增加了可拆卸的帽檐选择，满足了户外出行的更多需求。四代长跑款更柔更轻，肆意洒脱，无拘无束，体验防晒至脚踝的安全感。从第一代到第四代，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版型设计呢，更加丰富的同时，原纱防晒科技也在同步升级，再凉快一点，再抗晒一点，再透气一点，再耐洗一点，不是一味的追求产品的迭代速度，而是在产品的专业度上精益求精，全新提升，是秘籍一直在坚持做的事情。我是鞠婧祎，防晒。